你看啊，我那女的小膀子要是俺仨住到后来，她来给我打下手，你知道不？点赞。因为把她的书都放好了，她看不见，她都忘了，你知道不？都不看想了是着，吗？对，你把它放到跟前，那石头里都放完书。我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。